距今1500多年前，在中国北方茫茫的荒漠上兴起了一个强悍善战的游牧民族，这就是建立了北魏王朝的鲜卑族拓跋部。公元439年，拓跋鲜卑统一了中国北方，与长江两岸的刘宋王朝形成对峙。从此中国历史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分裂时期，史称南北朝。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而大兴汉风，君主拓跋宏自己首当其冲，摒弃了拓跋姓氏而改姓元，同时也接受了中原地区的佛教信仰。在北魏王朝把都城从今天的大同迁到洛阳之后，一个持续了数百年的佛教造像工程随之开始。公元490年，冯太后病逝，他的嫡孙拓跋宏非常悲伤。北魏有一种特殊的制度，为了防止外戚干政，立太子的时候需将其生母杀掉。拓跋宏因此自幼丧母，由冯太后抚养长大。祖母的过世令他很长时间无法摆脱悲伤的情绪。为了安慰皇帝的伤痛，王公贵族们决定捐资在伊阙西山开窟造像，为冯太后祈福做功德，替皇帝尽孝。这将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洛阳以南，伊水缓缓北流，东西两座青山对峙，远远望去犹如一座天然的门阙，所以古称伊阙。在伊水两岸南北绵延1000多米的山崖峭壁上，如蜂巢一般密布着成千上万座洞窟、佛像和碑刻题记，其数量之多，艺术水平之高，令人叹为观止。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家们曾经这样评价，龙门地区的石窟和佛龛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在这些饱经沧桑的洞窟和佛像的背后，隐藏着一段段被遮蔽的历史往事。公元493年，一群工匠来到了龙门西山陡峭的崖壁下，持续了数百年的龙门石窟的营造拉开了帷幕。工匠们依托一个天然的溶洞，将它逐步挖凿成一个高11米、宽7米、纵深近14米的石窟。洞顶被凿成圆拱穹窿形，佛像的位置预先留出，慢慢凿刻，精心雕琢。这是龙门的第一个石窟，它的营造花去了整整10年的时间。公元503年，古阳洞主体完工。窟内正壁为孝文帝的祖母所营建的一佛二菩萨端坐当中，主尊释迦牟尼佛高近7米，面向长圆，双手做禅定印，表露出一种慈祥邪美的神情。左右的迦室菩萨也同样面目清秀，眉眼做微笑状，表情亲切。这样的仪态已经不再是以往佛教造像凸显伟大力量的风格，而成为孝文帝拓跋宏思念祖母的寄托。继孝文帝之后，
北魏皇室和王公大臣们继续在古阳洞发愿造像。从公元493年起，经宣武帝景明、正始、永平、延昌到孝明帝西平、神龟、孝昌等，北魏皇室在古阳洞经营了长达34年之久，使它成为龙门石窟中小龛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一个洞窟。这些佛像和佛龛琳琅满目、精巧华丽，题材极为丰富，为今天的人们研究北魏王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甚至这些营造佛像的题记也成为了研究中国书法的至宝。龙门二十品是中国人学习魏碑体书法的范本。魏碑是隶书向楷书演变的重要过渡阶段，既保留朴拙的隶书意，又孕育着唐楷的萌芽，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在龙门石窟所保留下来的1000多方北魏碑刻中，古人精选出20块造像题记，命名为龙门二十品，供后人施法学习。其中的19品就凿刻在古阳洞的石壁上。公元1931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几个黑影偷偷地溜进了龙门的一座石窟。他们拿着随身携带的斧凿，借助微弱的手电筒光，小心翼翼地凿下2组佛像，装在麻袋里，在黎明到来之前仓皇逃去。几年后，这2尊佛像出现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和堪萨斯纳尔逊艺术博物馆。人们惊叹于它的精美和华丽，称之为中国佛像精品。这2组佛像就是皇帝礼佛图和皇后礼佛图，它们都出自龙门石窟的宾阳三洞。公元499年，雄才大略的一代君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去世，他的2个儿子元恪继位，史称魏宣武帝。依照传统，次年元恪决定在伊阙开凿石窟，为过世的父母祈福。一个前所未有的宏大工程拉开了帷幕。宾阳三洞的开凿历时24年，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未完工之前，用工就已达802366个，构建了一个气势宏大、美轮美奂的佛窟圣殿。其中，宾阳中洞堪称龙门北魏时期雕刻艺术之极品。在佛教发展史和美术发展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被盗卖到美国的帝后礼佛图中的主角们和营造者们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洞窟的完成。公元523年，北魏王朝已经走到了内外交困的境地，敌国屡犯边境，治内叛乱不断，风雨飘摇的北魏王朝再也没有力量继续宾阳洞的营造。到宾阳三洞的中洞完工，整个工程也就此停止，其余2窟只凿出了窟形和窟顶。是佛教的全盛时期，从太宗李世民到后来的几代君主都笃信佛教，热衷营建寺庙、翻译佛经。在这样的背景下，佛教风靡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形成全民信佛的风气。距离唐都长安并不遥远的龙门石窟再度热闹起来。
从北魏灭亡到武则天的时代，它已经沉寂了100多年。公元641年，一群工匠进入北魏时代废弃的宾阳三洞中的南北两洞，继续北魏王朝没有完工的佛像。工程的出资人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14个儿子魏王李泰。从表面上看，李泰营建石窟的动机与鲜卑人并无二致。为了纪念和祈福给父王李世民逝去的爱妻长孙皇后，而实际上这却是他为了争夺太子之位讨好李世民的投机行为。宾阳三洞早在100多年前就已凿刻成型，其中的中洞已经完成，南洞和北洞只需要把主佛和胁侍菩萨雕刻出来，就算是大功告成。很快，宾阳三洞就被修葺一新。李泰请当时著名文人岑文本撰文，大书法家褚遂良书写，镌刻了洋洋洒洒1800多字的造像题记。至今，它仍矗立在南洞与北洞之间一块最显眼的石壁上。这块碑刻就是书法史上唐楷的典范——褚遂良碑。然而，李泰的皇帝梦却是最终破灭了。他忘记了重要的一点，长孙皇后根本不信佛教。这个投机者在35岁的时候郁郁而终，这让李唐王朝涉足龙门石窟之时就带上了浓重的阴谋色彩。公元655年，武则天被册封为大唐帝国的皇后，这是她经过10余年的宫廷斗争而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然而，对于武则天来说，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凝望着面前的弥勒佛像，苦苦思索着自己未来的走向。从北魏到唐初，龙门各石窟供奉的主尊都是佛祖释迦牟尼，而自从武则天被册封为皇后之后，这样的状况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公元672年，法海寺僧慧简在龙门西山开凿了一座功德窟，这是一个长口四龛的中型洞窟，窟中的主尊为弥勒佛，这是严重违背佛教造像仪轨的安排。在佛教典籍的描述中，佛和菩萨都是男性，而这尊弥勒佛的面相极富女性魅力，他那丰满圆润的脸庞，舒展纤秀的眉宇，温文沉静的目光，和蔼慈祥的表情，无不显示出女性美的仪态，这和以往的弥勒佛像有着巨大的区别。洞窟入口处有一则造像题记说明，这是法海寺僧慧简为皇帝、皇后、太子、周王所建。那么，慧简为什么把弥勒奉为主佛，又赋予了他一个女性的形象呢？弥勒是大乘佛教理论体系中的未来佛，他的任务是在现世佛释迦牟尼灭度之后下降人间，普度众生，建立起光明圆满的佛国。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角色，让那些身处困境的信徒们产生对未来的美好幻想。在隋唐乱世，一些起义军领袖和崛起的新主常常被民众比喻为弥勒下士。武则天深知，
作为女性，她在通往皇帝的道路上会将遇到多么大的阻碍。而想要突破这些障碍，必须先把自己由人变为神。于是在他的授意下，法海寺僧慧简和一些与宫廷关系密切的僧人突破了严格的佛教造像仪轨，在龙门石窟营造以弥勒佛为主佛的佛龛，一个又一个有着女性面庞的佛像被凿刻出来，向广大佛教徒暗示弥勒菩萨已修业期满，降生人间，即将接替释迦牟尼而成为主宰当今世界的佛。公元664年，武则天在她的政治生涯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由于高宗多病加之性格懦弱，武则天插手国家政事，慢慢在群臣面前树立了和唐高宗并尊的地位。巧于奉迎的官僧们同年在龙门开凿了双窑，这是一座非常特殊的石窟，两窟并列共用一个窟檐。北洞是以释迦牟尼为本尊的三世佛造像，而南洞则是以弥勒佛为本尊，胁侍二弟子、二菩萨。两种完全不同的佛教题材居于同一檐下，释迦牟尼和弥勒二佛并列，或许这样的设计正是二圣临朝历史现象的真实反应。维基，唐高宗朝司农卿，曾主持重修洛阳城，是当时知名的工程学家。公元672年，他接受了一个重要的任务，为唐高宗和皇后武则天开凿卢舍那大佛。史书记载，武则天指派了维基担任工程大使，西京石际寺善导禅师，法海寺主慧简法师负责佛教仪轨。巧合的是，后者正是几年前开窟将弥勒奉为主佛的慧简。或许这个僧人将在卢舍那大佛的营造过程中贯彻武则天无法言明的企图。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计划，营造者要在龙门西山山腰处开凿出一个南北宽约36米、东西进深40多米的佛龛。佛龛内列有9尊大像，最高的主佛卢舍那高达17米多，它将是龙门石窟历史上最为宏伟的佛像。龙门峡谷中再度响起了成片的叮叮当当的斧凿声，在它不超过200年的开凿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工匠集中在一起开凿一个佛龛。为了加快施工进度，武则天捐出了自己20000贯的脂粉钱，工匠们夜以继日的工作，整个工程历时4年。公元675年农历12月30日，香山寺的钟声响彻龙门峡谷。大唐帝国皇后武则天携领数百名官员盛装出场，主持卢舍那大佛的竣工仪式，即佛像开光仪式。据说那一天，洛阳城的上空出现1000道霞光，在武则天热切的目光注视中，卢舍那大佛第一次向世人展现了他慈悲的笑容。
在龙门西山中段，九尊雕像沿着崖壁一字排开，佛龛的两端，两名力士赤膊袒胸，面目狰狞，足踏小鬼，勇猛刚强。力士边上是护法天王，身披铠甲，单臂托塔，怒目圆睁，威武雄壮。文殊普贤二菩萨头戴宝冠，身披璎珞宝珠，肩搭披帛，下束长裙，体态婀娜，尽显端庄矜持的气质。迦叶和阿难侍立在主佛左右，主佛卢舍那雍容华贵，仪态万方，浓密的螺形发髻松松地盘在头顶，轻柔薄透的通肩式袈裟披在他匀称丰腴的身体上，勾画出了优美的曲线。他静静地端坐着，眉梢嘴角含着浅笑，头微低，俯视的目光正好同礼佛朝拜者敬仰的目光交汇在一起，显得那样的温柔、睿智、典雅、优美。他的宁静和慈祥是东方智慧对于力量这个概念的最高深也是最精确的诠释。民间传说，卢舍那大佛的脸庞就是按着武则天的相貌雕凿的。面对这座大佛，武则天似乎获得了无穷的自信，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的历练之后，他已经不再满足于二圣临朝，一个前无古人的念头或许就在这个时刻在他心中慢慢升起，做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皇。公元690年，在洛阳白马寺，僧人怀义和法明正在为女皇登基编造一个弥天大谎。他们将佛教典籍《大云经》重新翻译，刻意曲解，说皇太后是弥勒转世。武则天随即将这部伪经颁布天下，至此称帝的时机已经成熟。同年九月，在60000人表请下，武则天登基，尊号为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又改洛阳为神都，史称武周政权。武则天称帝后，为了回报佛教，在龙门大开石窟，女皇崇佛，王公贵族大臣们也跟风营造，龙门石窟迎来了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开凿风潮。东山万佛沟一带的高平峻洞、三佛洞、弥勒洞及西山的极南洞、龙华寺、采钵行净土堂、八座寺、摩崖三佛龛、伊水两岸的岩壁上，密密麻麻的洞窟如同蜂巢一般，龙门石窟进入全盛时期。与此同时，武则天为自己加冕的封号也越来越多，金轮圣神皇帝、慈氏月谷金轮圣神皇帝、天策金轮皇帝，毫无顾忌地以弥勒佛自居，把个人崇拜推向了极致。公元705年，一代女皇武则天病逝，延续了200多年的龙门石窟的开凿走向了低潮。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迅速衰落下去，再也无力继续营造石窟，这些未完的工程永远地停止在了唐朝末年。时光流转了1000多年，
那些血雨腥风的争斗，尔虞我诈的阴谋，都已成为历史的碎片，散落在古代典籍和世间的传说之中。只有卢舍那大佛依然以他包容一切的目光，见证着过去，也注视着现在和未来。